好呀，我下班啦。后面就是快递，要把这个快递送到站点。然后今天星期天，我老公不上班，省了一趟货拉拉的钱耶。白嫖，白嫖，卸货了。卸完啦，那里是传送带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吃的是鱼香茄子盖饭，这个是糖醋里脊，还有一份蔬菜空心菜，我特别喜欢吃空心菜。先来一口空心菜开开胃。春天的蔬菜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。鱼香茄子好好吃，我觉得鱼香这个卤子就特别特别的特特别的香。巨香。我把它给搅拌一下，米饭有点烫。糖醋里脊，我特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菜。今天没有买到芦蒿，春天的芦蒿也特别特别好吃。这米是我刚煮好的。还是自己家煮的米好吃。你们喜欢吃什么盖浇饭？好幸福。我就上了一天的，上了一天的班，回来吃这么一顿。我今天下班的时候看到有路边摊在卖这个小麻花，特别特别香。你们喜欢吃甜的那个麻花，就那种红糖麻花，还是这个是咸口的，然后是那种我觉得应该算是原味的那种，酥酥脆脆的。
重油茄子。邻居家人回来了，就他们家那边一关门，我们家这个咚就会震一下。这个糖醋里脊，我老公让我留一口给他吃。酸酸甜甜的，那今天的视频先。